身体的状态是非常的不 OK， 因为连续工作很多天，然后我自己本身髋关节也还没好完全好，因为从受伤是去年六月多嘛，到现在我没有走用腿用这么多过，然后走这么多的路，也要穿高跟鞋拍照，又要做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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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整个人是体力透支，然后全身无力，灵魂出窍，双脚痛，止痛药吃了在十倍，所以觉得自己有点在胡言乱语。但就是尽全力。当初的时候收到这首歌，大概已经是两年多前的事情。那时候就非常喜欢这个旋律，本身demo 就让我很有感觉，所以那时候我就毫不犹豫的立刻把它收下来。那重复的去聆听，它针对的其实是每个女生一定都有经历过我一模一样的心情，所以这首词还有整个编曲，其实都是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我跟你们一样都经历过，到底爱有没有错，然后对这个人的爱是不是有错，或是自己是不是犯错不应该爱，但是还是最终这首歌希望大家还是要去爱，勇敢的去爱，就是你对他爱绝对没有错，但是不见得结果是我们想要的。那今年录的时候，我们全部唱都是用一个我们要的感觉，结果柯老师全改成他要的感觉，他要的沧桑感，连声音那个洪亮的那个后面的厚度，以及要有点歇斯底里的那种发音表情的感觉，还有本来我要唱很圆润的声音，他都不要，他都是要有点撕裂的，然后有一点无助的尖叫的渴求被救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最后回到很空灵，觉得就是自己好像没有错，但是其实自己好像有点疯了的感觉，身体的状态是非常的不 OK， 因为连续工作很多天，然后我自己本身髋关节也还没好完全好，因为从受伤是去年六月多嘛，到现在我没有走用腿用这么多过，然后走这么多的路，也要穿高跟鞋拍照，又要做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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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整个人是体力透支，然后全身无力，灵魂出窍，双脚痛，止痛药吃了在十倍，所以觉得自己有点在胡言乱语。但就是尽全力。就是那种解放的啪出去的感觉。Okay. 回头回过来，很好。大概基本上是这种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对着。好 ，OK。你看啊 ，OK。酝酿那些有些东西，有些内拍，音乐。伤害太多，谢谢你陪我走过美梦。